一只憨厚的水牛正在河边快速地奔跑着，后面啊跟着一头强壮的雄狮，眼看着雄狮啊就快追了上去，水牛一个急转弯就奔向了小河里头，而雄狮因为无法下水，只能啊在岸边啊徘徊。水牛是群居动物，而视频中这个水牛啊因为脱离了族群，被一只雄狮给盯上了。水牛啊似乎啊也感受到了危险，开始啊奋力的奔跑，雄狮啊就在后面穷追不舍，已经饿了好多天了，怎么能够放过这到嘴的猎物呢？水牛啊在无奈之下一跃跳进了河中，雄狮啊又怎么会轻易的放弃呢？他在岸边啊徘徊着，一双有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水牛所在的位置，但是雄狮啊没有办法下水，只能啊站在岸边等着水牛回来。水牛啊也不是傻子，回去啊就相当于羊入虎口，但是啊他却没有想到在这水里啊也不是个安全的地方。只见呢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似乎啊还有着一个黑色的身影逐渐地浮出水面，原来呀是一只鳄鱼。鳄鱼啊毫不犹豫地扑向了水牛，但是啊却没有对准，扑空了。鳄鱼啊也没有放弃，依旧啊不依不饶地攻击水牛。别看水牛啊刚刚侥幸逃过一劫，但是啊别忘了河里啊可是鳄鱼的天下，水牛啊哪里能游得过鳄鱼呢？很快啊鳄鱼就追了上来，又再次扑向了水牛。也不知道啊是水牛啊躲避能力超强，还是啊上天眷顾的，鳄鱼啊愣是一口都没有咬到。也可能因为啊这条鳄鱼啊没有完全成熟，不具备啊高超的捕猎技巧，一边是雄狮一边是鳄鱼，水牛啊虽然躲过了他们无数次的攻击，但是啊一直在河里啊也不是办法，很快啊他就容易啊体力透支的。想到这儿，水牛啊就加快了自己游泳的速度，他焦急地看着河岸，或许啊只有游上岸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直在水中，那自己早晚会成为鳄鱼的盘中餐。现在呀自己呀还有点余力，上岸后啊还能跟狮子搏斗一番，要是在水中那可真是啊任何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了。河岸上的狮子越来越多，身后就是穷追不舍的鳄鱼。就在水牛进退两难之际，身后的鳄鱼啊再次发起了猛攻，只见河面上啊泛起一阵阵波涛，水牛一边发出痛苦的哀嚎声，一边啊游向岸边，看着岸上啊凶狠的狮子，再看看水中的鳄鱼，水牛开始寻找啊新的逃生路线。只见他呀突然之间向狮群中冲了过去，绝对呀不能坐以待毙，要想活下去就只能拼死一搏了。水牛啊用锋利的牛角吓退了围在身旁的狮子，即便是勇猛的雄狮也不敢呢和他正面对抗。水牛啊趁狮子们不注意，竟直接呀跑向了森林里，狮子们呢也不堪示弱，立马呀就追了上去。只见他们经过的地方啊扬起阵阵黄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水牛群呢似乎感到了同伴的危险，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下呀轮到狮子们逃跑了，落单的水牛啊也重新回到了族群里，躲过了呀这场厮杀。千百年来呀团结都是战胜危机最好的办法，这是啊永恒不变的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节目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